老爸，老爸，咋的？这个蛋仔派对啊，出了一个新的皮肤，就这个玫瑰骑士，你能不能帮我买一个呀？怎么又买皮肤？啊，老爸，这个蛋仔派对皮肤又是要抽奖的。老爸，这次不用抽奖，这个可以直接买的。直接买，五块钱吗？没有五块钱，老爸。那难道十块钱？哎，没十块钱。没十块钱啊？那要多少钱啊？难道要一百块钱？啊？老爸，一百块钱倒是没有，但这个要40块钱，老爸你帮我买一个嘛？什么情况？40块钱我可以买两顿饭了。老爸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你帮我买。好看吗？啊，很好看。玫瑰骑士这好看吗？好看啊。一点都不好看。老爸，你帮我买一个嘛？为啥要给你买？太好看了啊！你看我今天都在复习七年级的作业了都。你都复习七年级的作业，复习多少了？复习很多了都。复习很多了是吧？啊，老爸，你帮我买一个嘛？安排买一个啊？嗯，哎，这好看吗？这东西啊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算，给你买一个，给你买一个吧，就40块钱啊。他这次不用抽奖吗？先充值里，先充。啊？哦，我就给你买一个啊。好的。下次不买了，我跟你讲啊。好的，老爸。要多少个蛋币啊？400个蛋币。400个蛋币。有点这个。购买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？可以了，我们去试一下手感。那你去试一下手感怎么样？要些装扮是吧？你看，很帅的。帅吗？这个？它可以升级的，你看。啊？哇塞，这好帅啊！这么帅，你看。那你去测评一下这个皮肤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换。你换一下皮肤，替小伙伴们先测评一下这个皮肤。小宝，你们看，这个皮肤手感是很好，它开滚动，身上有玫瑰的。我感觉它怎么像火龙果呢？玫瑰啊！你看它不是有点像火龙果吗？这个。等一下，老爸。有什么特效？成为别人。我觉得这个蓝色的配饰好看。好看吗？我觉得这个帅。啊，随便。来。但我现在还没有，我等一下宰你。试一下。这手感挺不错。我要不要开一把吧？啊？我要不要开一把试一下里面的手感吧？那你就打一把简单的什么赛吧。这个很简单。这个字超级难，没人能打出来。嗯，手感可以，很不错，应该很灵活。很灵活吗？很不错，这手感。我感觉长那么丑呢。哪里丑了？老爸，你怎么眼光怎么回事？这是一个火龙果吗？怎么什么是那个？哇！哎呀，这是玫瑰，这哪里火龙果？这激光炮好了。咦，直接拿下！就这个人搁这打人，我去杀一下他。完了。